巨人城起源，咱们来一个比较刁钻的打法。哎，我要用 A180 干掉他。等会儿我去倒点水。谁说的我 A180 等于零输出啊？这不是暴击24吗？对不对？这不是暴击24吗？还零输出？搁那侮辱谁呢？我高低我24。你看没？这不暴击挺高吗？这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我已经死了一次了是吗？我死了一次了吗？我不知道呀。杀呀！我接水去了，我去接水呢。至少我这个武器从射速方面已经压过这位大哥了。看到没？我这个武器从射速方面压过他了。哎，兄弟兄弟，你能不能用 A180 打一打？兄弟 ，A180， 来来来。哎呦我去！兄弟上干掉他，跟着大哥上 A180 削他。视频前的你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，勃起无力，硬度不够，中途疲软，阴茎短小，虚汗，阴囊潮湿，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他把我枪扔了，你这是不是看不起我？看到没？我这暴击5点伤害。